他是立下无数战功的护国将军独女，可刚回京城却被丢在了荒郊野外，就连丫鬟都一脸的嫌弃。一向锦衣玉食的他，却没有一点抱怨，反而安慰丫鬟总比打仗时的仗王好，并认为郊外比在城内处处受人监视要强。原来他父亲携全家老小在边关立下战功，却被朝中的文官忌惮，并次次向皇上参奏他父亲功高盖主。于是不等皇上发话， 父亲就为了让皇上和文武百官放心，主动将他这个独生女送回京城做人质。可等在城外准备参他的文官们怎么也没想到，那个传闻武功盖世又奸诈狡猾的花柳里，居然刚出轿门就被风给吹晕了。哎呀，不好了不好了，我家小姐被风吹晕了。怎么回事？这花家的女儿是这样的容貌吗？那我们猜想，小将他身体不好，见风就打。突然，一群刺客袭来，他闪身躲开后，太子竟也出现在此处。 还直接来到车上看望。我们终于见面了，被风吹晕了，气息平稳。别是装的吧？这冰由来已久，得住的闲事一点方可痊愈。好你个花琉璃！可作为从小就是花琉璃笔友的太子，自然不相信他是真的柔弱。当即就下令让侍卫将其带到郊外的老宅，想要看看他到底能装到什么时候。却不想当天晚上就被太子抓住了把柄，因为他为了能快速了解京城的人物和太子，偷偷打扮过后就去钻了狗洞，准备去最有名的金陵院打探。 殊不知，这金陵院的幕后主人竟是太子，而让他更想不到的是，此行会给他带来不能言语的悲哀。他刚到地方就听到一旁的姑娘在议论他花家，不仅是功高盖主，还说太子让他住郊外都是皇上授意。一旁的丫鬟当场抱了起来，姑娘更是大怒：“跟谁拍桌子呢？我什么我？原来是行为粗鄙的乡巴佬，瞧瞧这身打扮，十多年前都没人这么穿了吧？何时金陵院什么人都能放进来了？”被嘲笑的花琉璃也忍不下去了，立马站起身来。 可下一秒，竟矫揉做作了起来，声称被姑娘给吓到了，起身鸡皮疙瘩的姑娘立马就要上手，不料被金陵院管事阻止，并以头牌将要出场做借口。紧接着，一名白衣男子从空中缓缓落下，看得众人更是出神。而花琉璃则借机溜了出去，想要寻找月氏打探朝中消息，却不想刚好撞见了戴着面具的太子。经过太子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这才知道姑娘是尚叔府的郡主，母亲还是尊贵的公主。太子怎么也没想到他会问到自己头上，便简单的说自己长得简派了。 而太子却派人提点郡主，她是刚回京的花琉璃。那我就让她知道这个玉京到底谁说了算。于是，在花琉璃丫鬟去集市采买时，早已得知尚叔府怕老婆，公主又刚好仰慕自己的母亲，便特意说是自己母亲叮嘱一定还看望公主。这波操作可真是感动了公主。魏将军当真这么说？千真万确。女孩表面是一个弱不禁风的病美人，但实际却是一个身强力壮的腹黑猛女。只因她是回京城做质子的护国将军独女，自然要假装柔弱，不能显露锋，信件足以将她本色揭穿。为了不让太子提及往事，她主动送出礼物给太子，哪知太过激动，拿的礼物竟是大人。就在她以为自己要完蛋时，太子不仅没有生气，还让她进府相邀。可下一秒，太子就算起了旧账气，要知道郡主父亲是尚书大人，母亲更是尊贵顺安
还对他百般夸赞，要啥给啥。公主殿下和尚书大人简直就是菩萨在世，我都重生。送给你了，这怎么带得走啊？老田，安排。他刚羡慕郡主衣服的料子，自己见都没见过。公主竟要将郡主的布帛都送给他，甚至将自己带进来藏宝阁。好漂亮呀！你还喜欢，本宫将它赠予。用你喜欢就好。让你当我娘，你就等着，这是没完。于是他紧紧靠衣箱子大米，救活生生换来了十大乡郡主家的好东西。拉都拉不完，可得知刺消息的太子更加来劲。当天晚上就派出刺客要去试探他。 却不想竟是在街边流浪。他无比诚恳地邀请老兵随自己回家，可老兵怕自己给他添麻烦死活不愿，无奈的他只能作罢。而第二天一早，他就找来老兵，并将老兵能回来帮他，可不死心的太子却又一次派刺客前来，还为了逼真将派去监视他的自己人全都迷晕。殊不知花府大院早已布下天罗地网。 刺客刚进花府的院子，就踩到了机关，两个小木马带动一旁的大树，一个暗器袭来，打了刺客们一个措手不及。于是他们决定分头行动。可分开后更加惨烈，其中一个人被石阵纠缠，直至打入菜地，哪只竟拔出了萝卜。可下一秒就中了大招，无数个土豆一起攻击他。另外三个也是处处碰壁，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此人再次集合准备杀进去，不料一根线已发了火场，将刺客们死死围在里面。哪只在众人准备逃跑时，其中一人竟靠近了屋子，其他三人本想让他快走。 他却以为在给他加油，突然贞子从天而降，将其抓住。第二天一早，他还在呼呼大睡，刺客就已经五花大绑了起来。太子则收到刺客被抓的消息，连忙赶往花府将自己洗清。可来到花府一看就知道，这院子看似简单，实则暗藏玄机。而他明知刺客是太子的人，却在假装可怜。本想着太子殿下会保护好我，可没想到还是让刺客混进来了。花琉璃，你不简单。他父母征战二十年，立下无数战功，可体弱多病的他却要进宫当质子。
只因他家被扣上了功高盖主，想要谋反的罪名。哪知在回京的路上，竟遇到了污蔑他家被流放的文官吃着大鱼大肉，气不过的他立马吩咐丫鬟给其倒掉。殊不知这件事将让他在宫中陷入死局。他为了能做个让所有人都放心的质子，等待进宫的期间，每天都在夹缝中生存，甚至被太子死死盯着。就连在上朝的路上，都怕他有什么计谋，一寸不离的监视着他。 而文官们则个个手中拿着参他的本子，他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对着那些文官就是一顿夸，一口一个伯伯的叫着，并将自己去人家府上讹来的东西说成是他们不仅照顾自己的吃穿用度，还送给他许多名贵的奇珍异宝，真的都怪好累，搞得文官们纷纷将奏折塞回袖子里。可下一秒，其中一个尚书拿出了被流放之人的奏折，里面赫然是途中遇到他的一切事情，并指认他行事乖张、嚣张跋扈。文官们更是指责他对朝廷命官不尊，就连皇上都开了口：“花县主这个行为是有点过分啊！”他立马跪在地上，想着怎么才能化解。 可读奏折的太监却来了个惊天大反转。花家县主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臣。原来他是察觉到饭菜被下了毒，才让丫鬟将饭菜倒掉，为的就是不打草惊蛇。被流放之人对他是感恩戴德，并在奏折里夸他是大义大智慧之人。可他这刚刚捡了一条命，却又被大皇子针对，表面是要给他讨公道、撞到太子，对他的百般刁难，实则还是嫌弃他花家打仗劳民伤财，想要撤财军队和敌国谈和。 却不想大皇子最终竟然投不保，而他为了打消文武百官和皇上对自家的忌惮，就送给皇上两件礼物。陛下可否让臣女先把礼物呈上来？不知可否让陛下和各位大臣一步并万？来跟你看看。哪知大皇子看到自家百名战士对阵敌国的数十万大军的对垒，竟大言不惭地表示，若是自己定你能胜出，此话一出，他当即要和大皇子一战。却不想大皇子只会纸上谈兵，连最基本的旗语都不会。对阵身经百战的他，更是惨败收场。不，这是真的战役，可能绝对不会输。你往殿下，战场岂是儿戏？如今太平盛世，要这些武官有何用？此话一出，彻底激发文官和武官的矛盾，瞬间乱成了一锅粥。一旁太子却暗自叫好，没一点要阻止的意思。 直到皇上发话，才停止了两方争斗。正想至最下去，却被太子阻拦。而今日这般情况，还真的是要感谢华县主呢。果然，太子又将最抛在了自己身上。哪知他不仅没接话，还问皇上记不记得当初的青崖镇一战。臣女还有一物，想要呈予陛下。他让人拿出当初青崖镇所亡将士的带血盔甲，并将青崖镇虽然已少胜多被世人称赞，却不知道当时的战况有多惨烈。 每个战士都在拿命死战，可他们没有一个是为自己而战，而是为了父母和子女而战，更是为了这盛世太平而战。众多文武百官也都羞愧的低下了头颅，就连皇上都百般愧疚。太子赶紧提醒他要柔弱。大人，臣女刚刚太过于亢奋了，表现得太过出众，也未必是件好事。 他是杀人不眨眼的护国大将军独女，这被路过的小的马给吓晕了。哪知小白马的主人竟是他未婚夫大皇子，可大皇子不仅没有安慰他，还嫌弃他太过娇弱，吓到了自己的马。殊不知这是他为了退婚设计的第一步棋。原来他父母在边关打胜仗力战功，却被朝里的文官说他们功高盖主，想要谋反。皇上为了堵住文官们的嘴，竟将他赐婚给了最优秀的大皇子。可身为颜狗的他，却不喜欢风流倜傥、英俊潇洒的大皇子。 为了退婚，他故意等着被大皇子的马吓晕，没想到大皇子竟如此给力，做法比自己设计的结果更加理想。阎王殿下，您是觉得是臣女亲了您的马吗？哎，无妨。那臣女真是万分抱歉。好了好了好了，本王不介意啊。待大皇子走后，他立马安排丫鬟去散播此事。不过片刻功夫，消息就传到了皇上耳朵里。皇上听闻，更是让太子赶紧带御医前去看望，不能让自己最信任的大将军独女受委屈。 可一向稳重的大皇子听到流言蜚语，却没有丝毫在意，反而觉得他当街晕倒是为了吸引自己的注意力。而看透这一切会影响大皇子继承大业的母妃，贤妃娘娘决定亲自出手，并邀请他进宫参加梅花宴。不料正中花琉璃下怀，准备将计就计，退掉婚约，却不想刚到宴会就碰到了自己的死对头郡主，还在宴会上耍了剑舞，抢走他所有风头。哪知他摘掉披风，露出一身红衣，引得一星女眷都夸赞连连。紧接着一曲面舞，风姿甚是妖娆。 不仅看呆了贤妃和郡主，更是深深吸引了远处默默观察他的太子。一曲完毕，贤妃都后悔请他参加梅花宴。本想为难住他，让他自知配不上我儿，谁料反而给了他表现的机会。可花琉璃接下来的一番话更让贤妃如临大敌。她自知自己一直待在官边没见过世面，又身体虚弱，只能献丑了。说的郡主直接扬长而去。贤妃经此一事，更是直接亮出大招，当着所有名门女眷的面。 逼着大皇子为上次骑马吓晕他的事向他道歉，这花家好大的威势，竟让皇子给花县主道歉，一招以退为进，让他下不来台。
紧接着还给花琉璃递上了藤条。若要制止这些流言蜚语，只能劳烦花县主亲自动手。臣女只是一个从边关来的乡下女子，怎会有这等声望？更何况今日臣女若是拿着金条打了英王殿下，哪里还有命离开这里呢？这不是逼着花县主接受道歉吗？不料贤妃竟亲自替他痛打大皇子，上演了一出高端的苦肉计。就在花琉璃不知该如何破局时，却看到了太子前来。为了掩饰自己的局势，他将手里的酒一饮而尽，可下一秒就昏倒在太子怀里。郡主，郡主，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传御医封锁现场。做贼心虚的贤妃不停地晃来晃去，而太子手下却搜到了一个瓷瓶，经过太医的鉴定，竟是三息毒。中此毒者不到三息时间就会毒发身亡啊！三息已过，硬是过了。太子一脸伤心地紧紧抱着他，突然他竟奇迹般地醒了过来。殿下，有人想毒害我。你没事了？原来他刚刚在苦恼怎么对付贤妃时，刚好看到一直在刺杀自己的敌国刺客，他将计就计让刺客给自己下毒，不料刺客一激动竟把毒药弄丢了，无奈的他只能把自己的一切千里给他们。谢谢。快点啊，被人发现就麻烦了。于是两名刺客一脸懵逼的下毒成功，而他刚准备离开就碰到了太子，并喝下自己的一泻千里，所以在药性发挥作用后他必须要醒过来，不停地去跑厕所，直到身体疲软不已。经过太医诊断，还以为是他身子骨清奇，能自行把三息毒化成拉肚子的症状，可一直无所事事的太子却注意到三息毒的瓷瓶是满的，而他的症状倒是与一泻千里十分相似。于是在他离开时，太子主动上前，太子的话放在心上，太子却知道他一路的艰辛。一场梅花宴既维护了花家的面子，又让许魂之事无法推进，还让刺客刺杀失败，一石多鸟，姑怎会不知这一人艰难前行的苦楚。花琉璃，姑只想看到你的真心。可太子不知道的是，他刚上马车就吐了一口鲜血。还有上车究竟是谁？堂堂太子为了向体弱多病的女孩示好，竟带女孩来到练武场体验生活，不料女孩内心竟无比的狂喜，甚至想要上去一展拳脚。可当太子要带她去当裁判时，她却打死不愿，哪知太子竟理解成了害羞，一把将她拽了上去。就在她担心会暴露自己武功时，和她有婚约的大皇子突然出现。花县主如此娇弱，太子殿下怎么能带她来这么危险的地方？姑只是让花县主当个裁判。那也不行，那也有危险。姑说没有危险。怎么就没有危险？那一会儿力士打起来，怎么能顾得上旁边的人呢？花县主要是避之不及，受伤怎么办？可这也阻止不了太子想献殷勤的心，即便打着他父母在边关勇猛善战的名号，也要逼着女孩去当裁判。还不等女孩反驳，太子就拉着大皇子离开。我暴露武功就好了。原来她是将门虎女花琉璃，本是一个身体强壮有勇有谋的奇女子，却突然变成一个风都能吹晕的病美人，这让从小和她互通信件的太子不能接受，于是就想方设法的试探花琉璃。在台上的花琉璃给两名力士当裁判时，力士奉太子之命有意往花琉璃身边靠近，追着她在台上满台跑，一旁和她有婚约的大皇子更是心疼的不行，被逼到绝境的她不得已伸出一只脚应对，却刚好被太子收进眼底。大皇子看不下去自己的未婚娇妻受委屈，带着屁股下的凳子就跑去台下保护，哪知达到目的的太子竟也跟了过来。郡主小心！花琉璃见状瞬间心生一计，直接往他身上一扑。什么情况？可下一秒花琉璃立马蹲下，后面的彪形大汉瞬间飞来，差点把太子砸成大肉饼。殿下，您没事吧？花郡主真是好身手。而这不仅让花琉璃看出他怜香惜玉的软肋，还在接下来的较量中让他悔恨终生。可他经此一事却不再准备试探花琉璃了，因为手下建议他去交心，所以他堂堂太子打扮得像个花蝴蝶一样，独自来到花府寻找花琉璃。哪知花琉璃的丫鬟却觉得太子肯定是找茬的，连忙躲在旁边观察。当看到太子拿着小姐的发钗时，殿下，还有这么臭奴婢来，我要杀了小姐。你家婢女是不是脑子不太好？紧接着太子带着花琉璃去赏梅花交心，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太子不仅让手下撒下花瓣，还将第一次见面捡的屎帕还给了花琉璃。可接下来的话却让我只想抽他。琉璃妹妹，这帕子上的屎为何是果香的味道？在宫面前啊，实则可以不用这么遮遮掩掩。真是个会说话的太子。花琉璃为了躲避太子的追问，竟说手帕上的果香味是自己的体香，说着说着还往太子身上使劲凑。占得上风的花琉璃正要离开，寻脚却被太子踩了一脚，一个不小心二人就抱在了一起。他不会以为我是故意的吧？突然一个声音传来，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呀？太子看着和自己穿着同款衣服的大皇子，气不打一处来。不是大皇兄，你怎么又来了呀？我都未曾问你们在做什么，你倒质问本王。而花琉璃为了远离太子，不仅和大皇子统一战线，还明着让太子以后不要再找自己，毕竟影响不好。还不等太子回话，他就和大皇子扬长而去。伤心的太子当晚就和朋友借酒消愁，可第二天刚刚醒来，就让手下给自己打扮好要去找花琉璃。原来他昨晚酒后吐真言，他居然说大皇兄要比姑优秀。
姑连证据都还给他了，姑多有诚意啊！朋友建议他只有放下矜持才能修的正果，却不想刚到门口就吃了闭门羹。我家小姐说了要避嫌，太子放不下面子，只能谎称自己是路过。可花琉璃怎么也没想到，他这刚把太子给撅到天边，不留一点后路，当天下午就要舔着脸去求太子办事。我们那样嚣张跋扈，恨不得再也不往来了，怎么样才能劝说他呀？我呀，准备去和他交交。女孩为丫鬟打抱不平，丫鬟却对她恨之入骨，只因她刚刚的一句话，毁了丫鬟八年的艰苦潜藏。败露的丫鬟当即放出暗箭刺杀太子，却被柔弱的女孩轻松化解。丫鬟拿出匕首准备最后一搏，女孩却偷偷扔出木棍，再次救下太子，成功让丫鬟落入太子手中。可女孩打死都没想到，救了太子一命没有赏赐就算了，居然还把自己给赔了进去。女孩本是文武双全的护国将军独女，如今却是个病恹恹的小县主。因为她父母屡立战功，却被诬陷成想要谋反。皇上为平息谣言，只能将她接回京城。可她不知道这谣言就是她儿时的笔友太子一手造成。因为她在信中无意间透露自己是文武双全的奇女子，又加上之前先皇后谋反的余党在线，不仅扰乱朝堂，还污蔑护国大将军，所以太子想借她和花家势力将余党铲除。可见面后的女孩竟是如此娇弱，太子不敢相信自己眼睛，对女孩更是百般试探。而女孩为了保护花家，只能假装柔弱，即便太子将自己心抛出来示好，她都不愿透露自己真心，甚至将太子的脸踩在地上蹂躏。可她刚摆脱太子，皇上却要选一个鸿胪四卿和敌国谈判，而参加竞选之人竟是对她花家有敌意的大皇子。于是女孩为了能让太子和大皇子竞争，不仅舔着脸亲自来太子府，还要请太子去搓澡，不料人家身子太过娇嫩，搓完后就大发雷霆。你公报私仇干得漂亮，姑记住你了。哪知女孩越搓越勇，竟没日没夜的给太子绣香囊，而太子身上的疼痛期过后神清气爽，又听到朋友说搓澡是个快乐的事，为了缓解误会，太子亲自来到女孩府上，不料被暗箭袭击。小姐，又是太子殿下，快去把机关关了。太子殿下为何不叫人通报一下呀？花县主这院子是防谁呢？机关一日比一日惊险。女孩为了表达自己诚意，不仅要给太子缝袖子，还送出自己亲手缝制的香囊。这个大白熊还是挺活灵活现的哈。这不是大白熊，莫非是小白鼠？哎呀，不是，这很明显啊，这发发难道不明显吗？发发，嗯，所以这香囊是送给姑的。难道我这几天表现的还不够明显吗？虽然太子知道他三番五次示好，可之前太子为了向他示好也不亚于他，所以为了享受着难得的机会，太子只是收下了香囊，还和朋友好一番炫耀，特别珍惜的将那丑丑的香囊系在身上。而此时的大皇子已经在大街上拉起了票，并让所有百姓都倾向于本就名声大好的大皇子。女孩看到后危机感越来越强，想着太子既然收到了香囊，那肯定是想与自己合作了。于是她先来到太子府，又在大理寺等了五个时辰，终于等到太子的身影。殿下，替我拿着。一会儿要去安康院还是去东宫啊？不如这样吧，花县主与姑去趟安康院。好啊。可当他表明自己想让太子去竞争鸿胪四卿时，太子的那个好嘴再次惹怒了他。我将做成血浆，断粮反为你打秋风，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办下来，何必求人？殿下是在责怪臣女吗？姑是在夸你啊。其实姑一直想说，你压根不需要在姑面前遮遮掩掩。所以殿下从头到尾就从未相信过琉璃，也一直在怀疑花家对朝廷的忠心。既然如此，臣女与殿下也没什么好说的，告辞了。可女孩刚走出屋子，就发现丫鬟走路竟没有脚步声。女孩故意撞向丫鬟，果然发现有武功在身，她没丝毫犹豫返回屋内，借口想要讨杯茶喝。在丫鬟递上茶杯后，她就开始了搞事情。殿下，你竟这般苛待下人，你看这位姐姐的手指尖竟如此粗糙，而且竟连虎口也这般粗糙，跟臣女那常年提大刀的大哥都差不多了。来人！为了不暴露自己有武功在身，女孩只能间接帮助太子成功将敌国刺客捉拿，连服毒都服不成。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太子的计策。看出女孩有武功的太子并没有将女孩揭穿，反而同意了帮她竞争鸿胪四卿，还让她明天一早去殿外等消息。可她怎么也没想到，太子竟是推荐她自己去当鸿胪四卿，就连皇上都力排众议让她好好准备。臣女明白了。花县主力气可足了，走这么快。言而无信，不想理你了。这才是我把你弄到玉清的真正目的啊。琉璃，不要怪姑。他刚打了胜仗回朝，却被太后软禁在后宫。可他不仅没有丝毫气愤，还每天拉拢宫女们听他讲英雄故事，哪知太后竟下令任由他去，这让本想惹怒太后的他百思不得其解。就在刚刚，皇上下令选一个鸿胪四卿和敌国派来的使臣进行和谈，不料一直想要撤裁军队，又针对他家的大皇子竟要参加竞选。可他望眼一看，竟没有一个人比大皇子合适。就在他焦急万分时，
太子提议让他竞争，而皇上也极力让他准备，毕竟是他打败敌国，若去谈判肯定有益无害。哪知他刚答应和大皇子竞争，大皇子转头就向太后告状，还睁着大眼睛说是太子强迫他竞争。而太后有一直觉得大孙子老实憨厚，就一个旨意将他宣进了后宫。他本想装作身有重伤为由拖延时间，可待他进宫的管事油盐不进，他只能满怀心思的被带去见太后，心中也不由得升起不安。果然太后以他身体不好为由，将他留在寿康宫的偏殿住下，由此一来他就没办法再参选鸿胪寺卿。可一手计划的太子却偷偷溜进后宫找他，并告诉他太后最喜不料。不料太后贴身管事赶来，还警告太子不准再来找他。只能帮到这儿了，皇祖母这块硬骨头，骨头要看看你怎么啃。却怎么也没想到，他为讨好太后竟送了一件乞丐服，本以为这会让眼里容不得沙子的太后大怒，可太后不仅没有大发雷霆，还对他刮目相看，这让想惹怒太后的他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一计不成再来一计，他大胆和太后说出对布料的认知和搭配什么，可每到关键时刻他就会以感染风寒的借口离开。在吊足了太后的胃口时，他准备使出终极绝招，对着太后精心搭配服装就是一顿批判。这金色做搭配未免太过俗气了，还有这绿色的和这块布压根就不搭配，这个未免太过于夸张了，这个也难登大雅之堂，这条太后实在听不得如此的评价，便赶紧将其赶走。她却还想讨要那块带紫色的布料，哪知太后竟真的让她拿走了。可当天下午，她带着丫鬟走在后花园时，却遇见了贤妃和淑妃。贤妃更是讽刺她穿的花枝招展，还说她是想引陛下的注意。她刚想解释，被她惹怒的太后突然出现。花县主是我请来寿康宫中的客人，他想去哪里便去哪里，哀家还真不知道这里还有他不能去的地方。贤妃立马跪下来认错，灰溜溜的离开。于是第二天，他就穿上太后赏赐的带紫色布料做的衣服，在后花园炫耀。在各位后宫娘娘得知是太后赏赐的布料后，便将此当作潮流去追随。而太后也明白了他这招连环计，竟决定撮合他和自己憨厚老实的大孙子。于是他与太子感情正急速上升时，都说人比花娇，太子殿下，你觉得是花更好看，还是琉璃更好看？既然县主都叫花琉璃，自然是县主更好看。太后从远处走过来，更是直言让他不要将大皇子和他争鸿胪寺卿的事放在心上，还说大皇子今后肯定会是个怜香惜玉之人。一旁的太子已经怒火中烧，就连从不言语的三皇子都在话中都喷出了火。在太后离开，三皇子又画了一副太子抱着醋坛子喝的画像，真是惟妙惟肖。回到东宫的太子更是有气没地方撒。你刚才说谁傻呢？四个傻啊。刺客傻能当刺客？不傻不傻不傻。怎么又不傻了呢？不傻能被我们抓到？我傻行了吧。殿下您今天怎么回事，发这么大脾气？突然谁发脾气了？姑有发脾气吗？姑的格局有这么小吗？啊，没有没有，给我站上去。可怜的兄弟一脸懵逼的成了他发泄对象，紧接着便找到太后，接着想和他解除误会，在东宫设宴请他前去。而知道太子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太后却默许了此事。他本想接着身体不适拒绝，可太子竟准备了烤肉，他立刻同意下来。太子将他小时候送的所有礼物都好好收藏起来。真没想到这些无用的小玩意儿你竟然一直留到现在。不觉得很有趣啊？可惜后来琉璃妹妹就再也不寄任何东西给姑了。边关战事繁忙，可姑却十分想念那个将心意放在流星锤中寄来的琉璃妹。知书达理的郡主竟每天沉迷男色，还为了得到金陵院头牌的青睐，整天整夜的泡在里面挥金如土，哪知竟突然爱上了京城第一丑男大皇子，还睁着眼睛说大皇子英俊潇洒，玉树临风，这难道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吗？就在刚刚，护国大将军独女刚回京城就被赐婚给了大皇子。当知道将军独女就是昨晚在金陵院和他发生冲突的花琉璃时，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可想着自己之前还当着大皇子的面夸金陵院头牌，他就开始打退堂鼓。但是他又不甘心让那矫揉做作的花琉璃开心，所以他打扮得无比精致，鼓足了勇气去大皇子的梅花园找他，却不想竟是一眼万年的感觉，直勾勾地看着京城第一丑男，盯得连普信男大皇子都不好意思了。郡主啊，看够了吗？本王先走了。燕王殿下果然像云海一样气宇轩昂。可他不知道的是，花琉璃根本就不喜欢大皇子，甚至要跟大皇子竞争鸿胪寺卿，去跟敌国谈和。皇上出敌将京城留妥善安排，而他只要能给花琉璃找个痛快，那肯定是义不容辞，不仅事事都往大皇子身上凑，还不惜花重金给大皇子办事周鹏拉票。大皇子也给太后告状，并称不舍得让花琉璃劳累，却不想花琉璃都被太后给软禁了都还能出来，甚至一句话让他和大皇子辛辛苦苦的努力白费。他看着大皇子唯女不振的样子，心中也多了几分心疼。当下人报告花琉璃要在西郊老街开店，他就大手一挥让大皇子也开店。
我灭他，本郡主有的是钱，就开在他们对面，他们开什么我们就开什么。可他不知道这反倒如了花琉璃的，因为花琉璃本来就没有钱做宣传，这样一来宣传和散播消息事情不就搞定了。于是花琉璃故意让丫鬟把免费送吃送喝的单子透露给郡主，让郡主花钱跟自己学。我家每郡主用的东西，大到桌椅板凳，小到茶杯，都必须是最上等的，听懂了吗？听懂了。还不快去。三天后，郡主和大皇子的殿成功开业，可人群中却有人在说大皇子和花琉璃的婚约之事，这让郡主不知给如何应对。而花琉璃却排演了节目吸引人群，一秒钟的时间人都一窝蜂的往花琉璃那跑，即便郡主和大皇子打着免费品尝的广告，也没抵过花琉璃这边有葫芦刻字，一旦能葫芦上的字组成成语，就可以兑换一个边关的陶瓷娃娃。郡主本来丝毫不在意，可当他看到那个陶瓷娃娃时，却按耐不住想拥有的心情。于是郡主斥巨资买了几个葫芦，让丫鬟拿去兑换娃娃，却被告知葫芦上面的字不对。我们店里事事如意的事是柿子的事，并非是这个事。而且花琉璃不仅让那些流民当股东，还给他们安排工作挣钱，可郡主一天下来就亏了2000两。殊不知人家花琉璃虽然不会算账，但是人家可没有免费品尝的活动，不仅带着流民赚钱，还收到巨人千里的太子送的开业的礼物。送我的？哇，殿下，你今日该不会是去打劫了吧？还是大胆的收下吧。对于花琉璃做的葫芦香饮，更是满意到哐哐往肚子里灌。殿下你怎么了？殿下，我就记得没放酒啊，怎么殿下看起来像喝醉了一样啊？该不会是醉奶了吧？谁说不喝醉啊？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快把太子送回去吧。不要，好啊，姑不想回去，姑就是想和县主待在一起。他身体娇弱的见风就倒，却一个树劈叉从腿上拔出5米大刀，一刀就利落切断绑匪的脖子。我一直认为柔弱是种武器，可这种武器对人有，对畜生是没用。紧接着他一人抵抗18名5米大汉，而他就是传闻中无比娇弱的病美人，还靠着每天在大殿上打瞌睡，成功当上了能大笔捞油水的红炉四卿，只因这一路有太子保护。这小官服穿的倒是可爱的很。走。不服气的官员们是敢怒不敢言，可第二天刚走出大门，竟发现被人给盯上了。他知道太子要钓的大鱼即将上钩，就故意来到一所偏僻的地方，给他们下手的机会。不料被视他为敌的郡主拽进了一个房间，还不等他反应过来，郡主就昏倒在地上。为了保护这个处处看不上他的郡主，他只能顺势倒在郡主身上，想看看这条大鱼到底是谁，并根据坐在马车上的时间断定自己所在的位置已到达城外。得知他失踪的太子立马带人追查，在发现他手镯的那一刻，太子疯了，不顾20年苦心经营的计划，也要出动所有人员去查线索。即刻严查每一个进出城门的人员，若有可疑之人立刻上报。可郡主的父母得知女儿失踪的消息，却还在不停的秀恩爱。就佳敏那性子，谁敢抓她？来，再尝尝这个。这个也不错，怎么样？殊不知他的宝贝女儿正在被绑匪问话。你们谁是花县主？你们要抓花琉璃？可郡主话还没说出来，就被花琉璃抢了先。她是花琉璃，真的跟我没有关系，真是她。你在二人的一番争执下，他可怜巴巴地承认自己就是花琉璃，还求绑匪放了郡主。不料绑匪竟断定郡主是花琉璃，却可把郡主给惊呆了，还没开始反驳就被一把刀架在面前。而花琉璃却看出他们并不想动手，果然第二天天不亮，绑匪就要把他和郡主拉到另一个地方。不料各个道路都被官兵堵住，一个绑匪提议划花他们的脸，而心地善良的女绑匪借口现在将他们脸弄烂是明等着被人发现，还用地上的黑炭将二人的脸弄脏，成功躲过关卡。而此时的太子也发现了线索，并带人赶往城外的破屋。一番探查后，他肯定两人昨晚被绑在这里，下人也报告地上发现了马车车辙痕迹。可太子带人赶了很长时间都不见任何蛛丝马迹，就在他以为线路有错时，却发现了花琉璃的手法。原来花琉璃知道女绑匪心软，就故意套近乎，在女绑匪感动的不知如何是好时，他偷偷将手帕丢下马车。姐姐早就知道我是花琉璃了吧？我相信姐姐也有自己的苦楚，给我绑上吧。花琉璃，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而女绑匪心有不忍，临走之前还给了郡主一个割绳用的刀片，紧接着他们就另一群绑匪接手。可这群绑匪竟对他们起了不轨之心。我告诉你们，我爹娘在找我们了，你们逃不掉的。我们为什么要逃？虽然不能杀了你们，但是做点别的事情还是可以的。没想到郡主竟冲上前去保护花琉璃，一直没看到幕后者的他也不再隐藏自己的实力，内功挣断绳子后就一个树叉拔出大刀，将欺负郡主的绑匪脖子砍断。躲远点，小心溅到身上血。不过片刻功夫就将人全部杀光，郡主吓得更是睁不开眼睛，想着自己以前做的蠢事，苦苦哀求花琉璃不要杀自己。而一旁的黑衣人将这一切都尽收眼底，花琉璃发现了黑衣人的存在，当即追了上去。什么人？霍远亭，你竟敢这样出现在我面前！
不怕我直接把你抓走啊？他来晋国做什么？那些杀手是你找到？堂堂太子为了救被绑架的丫鬟，竟不惜出动自己养的200,000黑甲卫。哪只丫鬟还没找到，就被大臣们在殿上揍他有谋反之心。可本该革除太子之位的皇上，竟声称黑甲卫是自己让太子张罗的，更是下令让他们不要再提及此事。就连事后也没有对太子有一丝不满，反而关心起那个被绑架的丫鬟。殊不知丫鬟身怀绝技，不仅让天天欺负自己的郡主言听计从，还将绑架自己的匪徒杀的一个都不剩，甚至把幕后之人都给揪了出来。可他竟把人给偷偷放了，还转头找到郡主，一把抱了上去。江明姐姐，刚刚真的把我吓死了，你一定会一直保护我的，对不对？哥哥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去找人花琉璃？为什么呀？紧接着他们就一路往回走。由于他现在是病美人人设，只能搭乘马车赶回城里，而郡主则主动拦下一辆马车。我玉京的郡主，今日有难，若你送我回去，我叫人给你100两。可人家看他蓬头垢面的样子，却把他当成了骗子。不料花琉璃竟一副娇柔样子，等待马车的到来，一个抬头就眼泪汪汪的诉苦。我取路过夫妇的同情心，顺利坐上回城的马车。大妈还好心给他们饼子吃，而一直嚣张跋扈的郡主却偷偷将自己耳环留了下来。当他看到在来救自己的太子时，更是一步并作两步跑向太子。太子也一把将他拥入怀中，可他竟把杀绑匪的功劳直接给了郡主。那些绑匪可太凶了，可把臣女给吓坏了。而两天两夜没合眼的太子硬撑着将他送回家休息，转头就带着郡主来到大理寺，并让郡主确认绑匪的尸体。看到郡主如此害怕，太子也明白了小丫鬟的真实身份，肯定就是能文能武的花琉璃。本想去找人问个清楚，却不想着了花琉璃的道。原来花琉璃刚睡醒就被告知太子已经等了3个时辰了，还告诉他太子对于他被绑架一事十分愧疚，已经好几天没有合眼了。于是花琉璃就在与太子交谈时用了能催人入眠的香炉，而太子不过片刻功夫就睡着了。当太子再次醒来，花琉璃已经亲手做好他爱吃的饭菜，竟然都是姑平日爱吃的菜，还亲自给他递上碗筷。殿下吃饭吧。本来是要问花琉璃武功之事的太子，把话全部就着饭菜咽下肚子里。好吃吗？好，好吃。可太子走后，花琉璃却告诉自己的贴身丫鬟，他此行见到了敌国二皇子贺远亭。他一个金破骨的二皇子居然在玉京，他是敌是友啊？我也不知道。那你怎么不告诉太子殿下呢？之所以没有告诉太子，是因为自己还是不能完全信任太子。为了把戏做全，他第二天就来到郡主家里道谢，不料竟碰到了父亲的宿敌杜太师的孙女，还处处帮自己说话。而对他敬而远之的郡主更是对他言听计从，于是他为了表示感谢，主动邀请郡主和小姐们去金陵院听曲。哪知还没等郡主拒绝，一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杜太师孙女竟替郡主答应了下来。刚到地方他们就点名让头牌弹曲，就在他们都沉浸在喜悦中时，他却偷偷溜了出去。可他刚出来就被太子逮个正着。花县主竟然还惦记着金陵院，姑似乎记得花县主可是承诺过姑啊。千金小姐夜晚正在温习功课，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还没等她开门，男人就直接闯了进来，一头栽进她怀里。哪知一向是清白如命的千金小姐竟不顾男女有别亲自给男人清理伤口。原来在一天前，千金小姐去表妹家做客时结交了一名性格爽朗的姐妹，更是带她去京城有名的金陵院听曲寻乐。一帮姐妹上来就点名让头牌弹奏，而头牌就是那个半夜闯进她怀里的男人。哪只头牌认定他们都是媚俗之人，根本不懂得欣赏乐曲，便很是随意弹奏起来。可身为京城第一才女的她是安琴，一下就听出头牌曲子中的敷衍。大家闺秀出身的她强忍着一曲结束后才就放下了茶杯。抱歉各位，这乐曲我欣赏不来，就不打扰大家雅兴。不料被小姐妹挽留，她不好说什么，只能勉强留下，却没想到这一留竟让她一生难忘。在座之中莫非真有故曲猪郎？第二首曲子刚起了前奏，她就听出头牌的真本事。在她不自觉陶醉在曲中时，小姐妹中途借口去找自己情郎。表妹见人迟迟未归便出去寻找，哪知刚出门就碰到官兵搜查，而她听到官兵搜查不知所措的拧着手指。可下一秒她却告诉自己，君子坦荡荡，既然做了就要承认。刚要出去就被头牌阻拦，还将她带去自己的暗房帮她避开官兵。她没想到金陵院竟还有这样雅致的地方，突然脚下一空被头牌扶住。头牌深知她心中肯定在想男女授受不亲。云寒失礼了，陆小姐还需看清眼前的路，不然云寒还是会忍不住扶你的。他坐下来后就为刚才的所作所为真心的向头牌道歉。我还要向云公子道歉，此前听说传闻的确对金陵院有所偏见，后来又听公子抚琴，中间弹错了几回，以为是沽名钓誉之辈，但后来再听才知公子此前或许是有意弹错，当时我狭隘了。头牌也难得遇见知音，便留他再听自己弹奏一曲，并承诺肯定会好好弹。一曲完毕，头牌带他出来，刚好看见小姐妹，他和头牌告别，声称自此一别肯定不会再见。却不知头牌乃太子手下，更是为太子立下汗马功劳。这次他外出查看敌国二皇子之事，却被二皇子带人围堵，还说出10年之前的云苍岭之战，并查出他的另一个主人从中作梗，致使两国伤及根本。二皇子想和他的另一个主人合作，否则
本王怎么会让你活着离开此地？可他本就对太子满怀愧疚，又怎能同意此事？他一人独占二皇子的金鹰死士，虽然武功高强，但是毕竟双拳难敌四手，身受重伤的他只能选择逃跑，在一处草垛成功躲了过去。可他深知此事不能回金陵院，否则会给太子添麻烦。哪知一抬头，竟刚好看到了千金小姐的府邸，于是他强撑着最后一口气倒在人家怀里。他怎么也没想到，千金小姐竟不惜变卖自己的嫁妆给他买来人参禁果，不顾丫鬟的劝说，执意要将他留在自己房间。可您将自己的嫁妆当得差不多了，才换来这么一颗人参，万一老爷将来发现，那可怎么办呀？神明观天，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去外面守着点。可他出卖太子的景象一幕幕出现在梦中，甚至一把抓在为他喝汤的千金小姐手上。杜小姐，是云寒冒犯了。千金小姐现在并不在乎那些虚礼，不仅嘱咐他安心在此养伤，还亲自将其扶起来喝参汤。护国将军得胜归来，却无一人迎接，只因皇上是为了保护他，才下令不准任何人接。可不知真相的女儿琉璃，却为父亲多年的汗马功劳感到不公。不料太子竟违抗圣旨，带领一众官员出现。启迎护国大将军得胜回朝。启迎护国大将军得胜回朝。得胜回朝。得胜。护国将军看出太子是真心迎接，便把此刻深深记在心里。琉璃则一脸欣慰地看着太子，原来太子爱上了留在京城当人质的琉璃，最近感情更是突飞猛进，听到琉璃父母归来自然要迎接。本想着是时候将婚事提上日程，就按以往惯例在半路拦下琉璃马车，想要提前告知。琉璃看看车上的父亲，只能借口不方便。可没反应过来的太子直接就撞上了大气的老岳父。好不容易到达皇宫，见琉璃有些累，太子就想上前扶着一些，不料被岳父婉言拒绝，太子只能先行离开。在朝堂上皇上一番夸奖过后，便询问大臣们给护国将军什么职位合适。而一直想要剥削武将的杜太师，刚想借着让他休养身体将他架空，却不想护国将军的一句话让他们抬不起头颅。琉璃一脸诧异，不想父亲如此放弃，可皇上为了保护将军一家只能勉强答应。事后大臣们更是流言满天飞，太子本想安慰琉璃，他就借口找二舅哥叙旧来到了琉璃家。可老岳父第一反应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当即就找到刚起床的女儿。闺女，行了，不要问了，赶紧去。将女儿支走后，他们一家都尽力招待太子，可一心想见琉璃的太子只能心不在焉的努力配合。即便被二舅哥一句话说中自己的心里，他都还在说自己是来看望二舅哥的，等得无聊的他都在沙发上睡着了。岳父岳母一脸愁容的将人叫醒，本想着自家府中饭菜不合太子胃口，影射太子自己主动回去。啊，辛苦二老。本来俩人还只是猜测太子喜欢自己女儿，那现在就可以肯定此事已成定局，可夫妻俩却比之前还要害怕。太子满心期待的等着剑心上任，殊不知琉璃刚回来就被宋叔给忽悠回了房间。我们不等花县主了吗？太子到岳母发话，二人才开始动筷。为了拖延时间见到心爱的琉璃，太子提杯和岳父套近乎喝了两杯酒，不料岳父当即拿出大碗与他开怀畅饮。他英俊潇洒，平易近人，可百姓见他跟见鬼一样撒腿就跑，就连一旁的驴都不敢看他。好不容易有个姑娘喜欢他，却被姑娘的父母百般阻挠。原来他是高高在上的太子，表面上温和近人，实际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杀人狂魔。可当他经营十年的暗网被手下云寒出卖时，他不仅没有责怪，还一如既往地将重要案件交给云寒。殊不知云寒就是他苦苦找寻20年的妖妃余孽。而云寒在外出办事时，却遇到敌国二皇子围堵，想要知道他另一个幕后主公。可云寒为了保护主公，宁愿身受重伤也没将主公出卖，却不知敌国二皇子就是主公派来杀他的。身受重伤的云寒无意中来到太师府，还被太师的孙女救主，就连昏迷中都是自己出卖太子的所有景象。死里逃生的他反应过来是被主公灭口，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最终选择了向太子求救，并请求太师孙女将信物交给太子。而太子在这期间已经查到了他不仅是双面间谍，另有主公，还知道了他妖妃余孽的身份。可当太子在收到他的预兆后，不但将控制他和主公之间的联系人杀掉，还以自己最大能力要保全他，甚至亲自来到太师府接他回家。殿下，起来吧。殿下，其实你不用亲自来这一趟的。那怎么能行？我之前说过，无论你去到哪里，我都会想办法找到你，我必须兑现自己的承诺。紧接着就找太医给云寒诊治，不仅没有逼迫云寒，还让他好好休养。可回到金陵院的云寒得知一直控制自己的人凭空消失时，就会一直信任从不猜疑。就像之前云寒将他暗网出卖，他都认为是云寒在变相向他求助。云寒想借此事蒙蔽对方，可以牵扯出一个非常可疑的疑点，希望我们探查下去。可探查下去的结果就是死啊，殿下。或许他还在算姑的真心。云寒，姑那么相信你，切莫辜负姑。可云寒转头还是面见了主公。若属下当真如同二皇子所说已经叛变，那为何今日
主公的身份仍旧隐藏，难道太子这般信任终究是错付了吗？长公主只是路过就被一个丫鬟挡住去路，还一个扫把将她手下打倒在地，明摆着找茬。可一直嚣张跋扈的长公主，这次却没有一点生气，反而一脸讨好的向丫鬟道歉。突然，太子驾到，身为太子姑姑的长公主坐等着看好戏，哪知太子竟要将她的手下拉去大理寺管教，受此欺辱的长公主没有任何不满，因为她要引荐自家女儿给太子认识。 殊不知，丫鬟的主人琉璃就是为了要见他女儿才拦住他的马车。原来琉璃和太子昨晚刚刚确定彼此心意，可第二天一早，琉璃就收到闺蜜的提醒，让她小心长公主的二女儿，因为长公主的大女儿就是太子去世的初恋。走。哎，志刚到街上就听到二女儿竟要嫁给太子，没想到长公主刚进城就嚣张跋扈，刚好给了她下手的机会。本想着好好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可太子竟突然出现，不顾亲姑姑的面子向着她说话，她去世姐姐的名义让太子带她到处逛逛，不好。 估计是没有时间，被一直维护的琉璃开心跟着太子回家。太子殿下，您真好。姑姑有病等等，你才是姑的人。甚至还邀请太子到家了吃饭。可太子想想老岳父昨晚灌他酒的时候，就心里打怵，哪知拒绝的话刚说出后，岳父岳母就直言没空招待他。太子一步三回头的伤心离开。琉璃却被母亲审问：“如果你哥跟其他的女……”在确认女儿喜欢上太子后，而且在这期间太子满心想的都是他在做什么。在看到瑶瑶和琉璃一样矫揉做作时。 打心底里觉得恶心不已，不料一个抬头看到火冒失障的琉璃，太子立马抛下瑶瑶去追老婆，可老婆生生喝了一大碗的醋。那个谁，谁呀？长公主只是不小心碰到安公主，就被小小县主诬陷她动手打公主，还偷偷用口红做了证据，这让一直嚣张跋扈的长公主大吃一惊，被抢了所有台词的长公主恼羞成怒。可毕竟人家那边有三个女人，皇上见状也是一脸的苦恼。不料长公主先发制人，直接让证人证明自己清白。 可这证人毕竟是他的侍卫，而公主一伸脸就将他直接KO。见自己失去，一下升到了长公主殿下，找事的长公主只能干瞪眼。又是花琉璃。原来他们刚回来京城第一天，就被县主给了一个下马威。本来长公主是想把女儿介绍给太子，还直接被反将一军，说这些话是想做什么呢？下一秒圣旨的到来，更是让长公主女儿啪啪打脸。 县主因家里战功显赫，自己又造福于百姓，被皇上封为福寿郡主，这可把长公主母女俩气得够呛。殊不知，县主的封号福寿，可是人家太子亲自享了两天两夜，又向皇上苦苦求来的。在外面受了一天气的长公主，回到家又摔又砸，被吓到的她不敢再反驳。驸马一声令下将她和女儿直接禁足，而此时的福寿郡主却在和太子甜蜜约会，根本没把他俩当回事。可驸马虽然表面不争不抢，但是实际却野心勃勃，更是将自己的死事渗透到太子身边。 他堂堂太子竟做起了上门女婿，为了能讨未婚妻一家的开心，每天不是端茶送水，就是做十全大补汤。可28年都没人愿意娶的未婚妻，不仅嫌弃他茶气的不好，还恶心他精心熬制的补汤。但太子还是一如既往的舍命陪老岳母练武。原来在一年前，他们两国大战时，太子打听到敌国将领有个用女花琉璃不上战场，为了让敌国撤军，他打算使用美男计把花琉璃骗到金国，以此作为威胁花家军的筹码。 于是他就打扮成商人来到敌军后方等待时机。可好不容易等到花琉璃出现，他却把丫鬟认成了花琉璃。琉璃小姐，为何不过来看看我的货物？琉璃小姐，性情如此温婉，世间少见。这朵花便送给你了。你演谁小姐呢你？啊，琉璃啊，这个小哥哥看着还挺聪明的，怎么眼睛这么瞎呢？不如多看看我呢。好呀好呀，琉璃。 没想到这一个回眸竟让他彻底沦陷，不惜送出祖传的金牌向花琉璃道歉。而不知道他身份的花琉璃，却再一次看日出时，将真心交给了他。可他为了逼花家军撤军，还是把琉璃带到了金破国国界。把花琉璃给我抓起来！将军不可，大公子，什么意思？就是金破的二皇子。除去二皇子的身份，其他事我都没有骗过你。那你准备拿我怎么处置？我答应你，定会护你周全。护什么周全？你赶紧把他抓起来！二王将军，我们被金破军在包围了。花琉璃当即拔出大刀指向他。 花琉璃当即拔出大刀指向他，何远亭，本姑娘就陪你演到这儿吧。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这些的？原来他刚刚出现花琉璃就把他查了个清楚。他又骗不成反被将了义军。若不是他手下拼死相救，在敌国大牢的恐怕就是他了。金破国大败，敌国举行万国朝会，他却主动前往敌国弹劾，因为他不相信花琉璃对他没有一点真心，所以故意在最后一个出现。看到花琉璃亲自迎接，他心花怒放，立马请求敌国皇上和亲。外臣愿以金破二皇子的身份与花家和亲。我晋国本就是战胜国，何须以和亲之事事后？太子殿下稍安勿躁，又不是让花郡主和亲到金破，而是外臣和亲到晋国。一众大臣们看到如此条件，自然向皇上进言和亲之事可行。可皇上却将选择权给了当
提出和亲之时都会捎带些条件。那么请问二皇子殿下，青寒草原是否可以退让？两座城池是不是也该归还我国？另外二皇子殿下今日提出和亲，那么请问准备好彩礼了吗？太子心中暗喜，花琉璃将计就计实在干得漂亮。皇上看准时机将此事推到科举考试之后，间接给了他一个台阶。可事后他直接来到花琉璃家里，想要看到花琉璃的真心，哪知刚到地方太子就匆匆赶来，浓浓的火焰瞬间冲上心头，直到花琉璃出现二人才有所收敛。看到太子和花琉璃之间的举动，他心中醋意大发，在喝汤时更是和太子处处攀比，一口就干了花琉璃加料的大补汤。事后花琉璃贴心给太子送来解药，还特意用糖果纸包裹，而没有解药的他肚子里一股气体翻涌，瞬间放出奇臭无比的连环炮。可他千里迢迢来追爱，又怎会轻易放弃？第二天一早，他就拖着全身家当来投奔花琉璃，甚至当着众多百姓的面拿出花琉璃当初在边关写的承诺：“你答应过本王，本王无处可去，定会收留本王。”身为接待各国使者的花琉璃，不能当着众人的面拒绝，只能先将他安顿在府上。一会儿要和亲，一会儿要住在我家，他到底想要干嘛？当然是为了你啊！都怪我，怪我这该死的魅力。苏叔，看见他。没问题。可他接下来的表现超出了花琉璃的预期，哪知花琉璃刚感觉到他目的不纯时，他已经摸清了花府的所有布置。原来他早早就来到了敌国，并找到敌国的逆贼与其合作。他来花家就是受逆贼的建议，想要找寻花家的边防图，让前线战士将花家军打败，那自己弹劾之时就会占据主动方。不料太子收到他住进花府的消息，当即想到他的目的，护国将军只是丢了条内裤，竟惊动太子亲自调查，只因内裤里藏有边防布防裤。可太子竟随便抓了个管家了事，而一旁偷偷观察的敌国二皇子却如愿收到了太子加急让边防换防的消息。就在一天前，二皇子代表敌国前来弹劾，却突然请求入赘到护国将军府。太子和将军府大小姐花琉璃一眼便看出他意在花家布防裤，不仅找机会让他去将军卧室，还偷偷以他合作的逆贼身份给他布防图位置。为了让他相信布防图的真实，在他设计把将军的裤头换掉想要找机会盗取时，太子寸步不离地盯了他整整三天。于是他手下就把将军府如数迷云偷走内裤。这么多条裤子，到底哪条才有图啊？裤裤都摘走。大将军发现内裤丢失后，大理寺卿和太子亲自前来调查，借口管家看护不力将其抓去大理寺。二皇子为了证实布防图的真实，一直在门口偷偷观察，如愿收到太子边关换防的密报后，这才让手下带着布防图赶回国发动反击。而太子和花琉璃则在感叹二皇子终于上钩了。和谈之日，二皇子找借口推迟一个星期。在真正的和谈之日，杜太师拿出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打王鞭，转送给谈判的花琉璃。京绥不是战场，却是另一个战场，老夫将它转赠于你，愿你凯旋。琉璃定不负太师所望。在谈判中，二皇子拒绝青寒草原后撤，让谈判陷入僵局。直到边关战报传来，二皇子以为金破胜券在握，殊不知战报里赫然是晋国大胜，无奈之下只能在协议上签字。可不死心的二皇子却告诉了花琉璃一个惊天秘密，而这个秘密却让花琉璃被仇恨蒙蔽，走向无尽的深渊。当天晚上他就准备亲自验证，哪知他刚来到逆贼家里，还没来得及询问幕后之人，就突然出现一群黑衣人，将逆贼直接斩杀，并将此事嫁祸给他。太子为了堵住悠悠众口，只能派人将花家包围。花琉璃拿出逆贼没有烧完的信，由信中的碎片能知道真正的幕后者将在万国朝会上有大动作。可太子为了不让幕后者拿花家开刀，就将花家软禁到万国会之后，不料武将之首大将军刚被软禁，当天晚上太师就突然暴毙而亡，就连皇上都重病在床。万国朝会又即将开始，太子动用了所有的黑甲军保护城内百姓安全，却不想一直与太子并肩作战的云涵终究还是辜负了太子的信任。云涵被小白带回大理寺，可云涵非但没有认错，我就是狼心狗肺背信弃义，可他是人君吗？所到之处草木皆兵，人人自危，欺行霸市，欺负百姓，哪里有半点储君之风？旁人这么说也就罢了，听不了你也这般说。我们称兄道弟这么多年，他说出自己妖妃余孽的身份逼小白动手，可小白终究还是放了他。紧接着太子出现给了云涵一个包袱，孤这一生不曾对谁失望过，你是唯一一个，这些救命药你带走，大可以去到那人身边继续让他做你的主，孤靠自己也可以面对接下来的风浪，我以后再也不需要你。云涵愧疚难当，举剑要自杀，不料被太子阻止。你这一生很美，可是云涵，我真的不想杀你，孤当初承诺过终有一日放你自由，这条路孤为你趟平，你也不用告诉孤那人是谁，孤无心从你口中知道，孤已有定论，死固然简单，可是你值得好好活一场。太子走后，云涵眼神满怀不甘。第二天万国朝会一早，长公主心中惴惴不安，总感觉今日有大事发生。与此同时的花琉璃快速吃完早饭，就要去宫中保护太子。你爹我婿
你都不放心啊！自己的心上人要自己来保护。大殿之中，太子想到残信中幕后之人会以衰卑为号，所以太子故意衰卑。果然，杯子一摔，无数支箭同时射出。大殿上乱作一团，可被近身侍卫保护的太子却选择让这些人去保护臣子们。一瞬间，蒙面黑衣人就朝太子杀来，幕后之人还安排了炸药。 驸马为了谋反，不仅将支持自己的老婆毒哑，还亲手杀了帮自己养兵的父亲。殊不知，他要谋反之事都被太子提前知晓。在他准备行动的万国朝会上，太子提前摔了他作为行动命令的酒瓶。没想到他早有准备。他的人听到暗号，瞬间放出无数大刀。太子的贴身侍卫也从天而降，而驸马思想的白衣人直接破墙而入。太子为了保护朝臣，明下令让侍卫前去保护。不料，驸马的人直接扔出炸弹。就在太子要被送去阎王爷那报道时，背叛他的云寒出现，拼命抵挡。 为什么？王乐意，他看出驸马是针对自己，就将臣子交给云寒保护，用自己性命将白衣人引走。只要杀了太子，臣子就算成了。他一路逃到后山，可终究双拳难敌四手，被白衣人团团围住。我要你命！而大殿上，云寒拼死将白衣人除尽。不料，一直弱不禁风的林妃带兵前来。你为什么这么对陛下？因为本宫年少之时，本要嫁给心爱之人，却被生生分离。 突然，皇上驾到，林妃不相信地看着应该病重昏倒在床的皇上，殊不知这一切都是皇上和太子要引出他们的计谋。就如今这些人，您便以为可以游回去吗？突然，护国大将军带兵赶到，将林妃一行人制住，哪知林妃死到临头都还在替驸马隐瞒，借口是为了自己的儿子所争。不料他儿子直接将他揭穿，明明是你自己不甘心，与儿臣有什么关系？不管，儿臣愿与母妃同罪。大皇子主动请缨带兵去援助太子，可独自一人奋战的太子。 已经在垂死挣扎的边缘，就在他即将殒命之时，突然花琉璃骑着他的小白出现，俩人一起对付白衣人，可对方人数太多，太子还是身受重伤，幸好送书带援兵及时赶到。花琉璃成功救下太子，不料二皇子突然出现一剑射向花琉璃，太子见状立刻替花琉璃挡住暗箭，二人一同跌下了山崖，直到第二天，大皇子都没找到太子和花琉璃的下落。 山崖下，太子醒来，怀里抱着没有醒的花琉璃，太子害怕的不停在他耳边呼唤，殊不知花琉璃在梦中看到了很多死去的花家军兄弟，直到宋叔出现对他说天亮了让他回家，他这才醒了过来。太子殿下，别离开我，我求你了，别再离开我了，怎么还哭了呢？我不过是比你多睡了会。俩人劫后余生互相表达对彼此的爱慕，而大皇子的母妃却叫人偷偷转告。 如果找不到太子，他就是未来的太子殿下。要是找到了，也可将其杀掉。不料大皇子怒斥俩人不该如此，他虽然愚笨，但是心地善良，肯定不会做这种小人。可一激动，失足掉下了山崖，哪知就这么找到了二人。花琉璃途中看到宋叔死不瞑目的双眼，伤心的走过去跪下，替其和尚，悲伤的痛哭流涕。回到宫中后，大将军看着自家女儿，心疼不已。可太子竟想把花琉璃留在东宫休养，哪知大将军刚要反驳，太子就脱口而出说她是他的太子妃。孤枕一生只会娶琉璃一人，孤的太子妃。 也只会是琉璃一人。对对对，琉璃聪明伶俐，落入皇室定好后。老臣家中的情况你最了解，婚丧嫁娶的都是明月说了算，老臣真……朝堂是姑说了算，姑的事，琉璃说了算。此话当真？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父子俩配合的天衣无缝，就连床上的女儿也在帮助太子。不料大将军还是怕夫人责怪不愿松口，花琉璃醒来，太子一屁股将老丈人挤出十米远。关心完琉璃后，赶紧求助父皇，二人未来的幸福。 就靠你了，好，而驸马却以长公主受到惊吓，想要离开。太子带人及时阻拦，不料驸马竟挟持长公主为人质，太子被迫打开城门，并用箭射死露出半边身体的驸马。俩人也终于定下婚期。大婚当天，花琉璃让小姐妹多多收礼。在众人的祝福下，婚礼完美举行。可花琉璃一直想要做病美人，现在全京城都知道她救了太子，说她很是强壮。 这让花琉璃又高兴又难过。不料太子和他保证让史官写上，她是晋国成立以来最美的病美人。孤今日说你是百年之后，就是真的吗？太子坐上。